好，欢迎收看小花的秀。今天教大家怎么做一个火炉，很高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拜拜，我去远一点。OK， 就在这里。OK， 来吧，先放四周。来，哎呀，烫不烫？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哦！哎呦，乱开，我搞得非常标准。哎呦，别在这里走来走去。来看看像不像火炉吧？哇哦，不错呀！嗯，嘿嘿，烫不烫？再过来呀，嘿嘿，过来，嘿嘿嘿嘿，好不好？野外生存可以这个，嘿，嘿，还挺厉害，嘿，嘿，嘿，你有人在哪？别动，放马过来，嘿，看到没？我很厉害吧？哇，火焰哆啦 A 梦，哇哦！哎，你别那样，给我看一下你的样，不帅。哇，全身冒冷气，气氛。哎，还挺厉害，挺聪明的嘛。嘿，你放马嘴呀？哦 no！ 别把我石猫给弄没了。哼，跟我斗没门。好玩的给我点个赞，来什么也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来站在一起。好，这期的今天的小号游戏，拜拜。